哎，有了有了。谁呀？要采访你，什么话？你跟他说吧。我是法制报记者肖红，你也听不见，你就是柳英吧？你现在父亲状况还好吗？一定要争取宽大处理，知道吗？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后悔吗？你和你后母的关系现在还好吗？柳英的堕落有家庭环境变化的因素，更主要的是他在社会闲散人员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切向前看的价值观，渐渐发展成为犯罪心理，导致犯罪行为，最后毁了自己的青春。喂，啊，哎呀，你打错了，打错了，这里没有你的老公啊。喂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都大半夜了，请你不要再往这打电话好不好？你已经打了两次了，啊？我再重复一遍啊，在这个客房里就我一个人住，绝对没有男人，更不会有你要找的什么老公。谁呀？服务员，给你送夜餐的。这个刘秘书也关账的太琐碎了。你是服务员？不是。谁叫你来的？我是来找我老公的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很多次了，这里没有你的老公，回去吧。我不信，既然他不在，为什么你不敢让我进去看看？好，看就看。刚才喝醉酒的那客人怎么样了？哦，刚才的客人啊，闹了半天，送回家里去了。胡主任，都快一点了，你也该回去休息了。习惯了，每天晚上啊，都要等酒店平安了，我才能睡得着觉。9月3日凌晨1时许，徐州大酒店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抢劫案。前来参加徐州秋季经贸洽谈会的江浦县副县长安心，被一男一女歹徒入室抢劫，抢走诺基亚手机一部及现金首饰后逃离酒店。这起案子手段极其恶劣，凶手的这个胆子很大，
入室抢劫，偏偏被抢劫的人呢是江浦县的副县长，影响极其不好，影响到了我市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。上级领导呢对此案已经做了批示，让我们急速的侦破此案。赵队，我们酒店呢是个星级酒店，历来重视入住酒店客人的安全。我们在大堂还有过道上都有摄像装置。经过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查找啊，已经把9月30日零时到30日的录像带都整理出来了。当时呢，我们的值班人员呢，正好在大堂里处理一点安全事务，没有发现案情。这是我们的失误。现在这个录像资料是不是在这里？在。那你给大家放一下，大家看得仔细一点啊，来注意点看。录像。怎么，这个女的你认识？哦，她叫柳英，是我表姐的女儿。这样胡混下去，你能有什么好结果啊？你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，啊？别管我！我就是关心你。柳英，我实在不敢相信柳英会犯下绑架副县长这样的弥天大案。为了进一步调查案情，我找到了柳英的家。哎，你找谁呀？你是张大婶吧？我是胡海洋啊，不记得了。啊，海洋啊。哎，对。哎呦，我还真认不出你了，现在真有出息了啊。怎么来找柳英啊？啊，对，我想找他了解一些事情。哎，他不在。哎呀，啊，听大婶跟你说一句啊，这柳英啊，打从你表姐去世以后是越来越不像话，整天都是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你知道我们这条街上的人管他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哎呀，难听着呢，他不做工也不读书，外号叫烂拖鞋。烂拖鞋？人在街边都没人捡呐。海洋啊，你不该跟这样的女孩来往，她呀整天都是不是蹦迪就是去打游戏。山虎，你敢怕我的妞？你他妈也不撒撒泡，你要照你的镜子。就你这熊样，还敢跟我抢妞啊？你个外地客敢来这放肆，也不看这谁的地盘，给我打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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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神天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好啊？爸都不管我，你多管闲事干什么？哎，别打啊！呀，我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来呀，打呀，打呀！别打，别打！你不看我大眼瞎，有几只眼睛啊？大哥，我下次不敢。你下次再敢缠刘妹子，老子打断你狗腿！别打了！走！你啊！走！退！接着啊，接好了，嫂嫂。哎，李燕，你别走，李燕，嫂嫂。哎，李燕，你别走，对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先滚开。来，刘妹子，咱划两圈。行了行了，哥俩好啊，四季茶呀，四季茶呀，你输了，来，哥，喝了。我说柳妹子，你的马不如我，来，虾哥陪你喝了这杯。一杯就想放倒我，吃点东西，再来。柳妹子想喝，虾哥我奉陪到底。我喝，有你这样的美女陪着，醉死我也心甘。来，干。是。是吧？啊，不行了，柳燕。哎，你们喝，别管，继续。来，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在鱼豆大酒店的保安部工作，我想跟你了解一些事情。我没空，喝酒还来不及呢。我说你怎么成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？这能有什么前途啊？啊！你想着三番五次坏老子好事，我看你别想混了，小杂的。我劝你还是把刀子收起来，这样是违法的，是要坐牢的。老子偏不信！他妈，你小子别多管闲事，我跟你说。上！知道底细的人呢、一定会说是他后娘虐待了他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实际情况啊是恰恰相反，柳英啊经常偷他后娘的钱，还经常在他后娘喝的茶水里、下麻药。有这种事儿？把他金耳环都偷下来拿去卖了，差点啊没把他后娘给麻死。他
他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想钱想疯了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。哟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张婶，哎，这是柳英的后娘。啊，别把我和他扯在一起，我与柳英早就一刀两断了。我叫李水莲。哎，你们聊，我有事儿。哎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了啊，水莲姐，我叫胡海洋。我呢，想来跟你了解一点柳英的情况。啊，进屋谈吧。好好好。请坐。哎，好的。来，谢谢谢谢。喝水喝水。一定是柳英牵扯到什么案子了吧？是的，我们酒店呢发生了一起抢劫案，这个柳英啊，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。我们现在正配合警方呢进行调查，我也希望你啊能够协助我们。哎，我早有预感会有今天。你等我们进来就。啊，好，王安长，咱们先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要去给客户送批货。想叫我等没门，还有事呢，先走了，拜拜。那快点。柳英，怎么回事？柳英，别动别动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把我揍了一顿，捆绑起来，把棍子锁枪，钱全部被抢走了。好，你等等。就是这样了，我回来，你看家里乱七八糟，床上地上。2万块钱我会放到这个包里面，也没有啊。家里还有什么损失吗？现在一下子还不清楚。你等等去看。你把当时的情况给我们讲一下。嗯，好吧，你们请坐。坐下来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警察在这里。对对是。这是柳英的父亲。喂，好，柳英，过来。你把这情况给警察叔叔说说。柳英啊，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当时有几个劫匪呢？两个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一男一女。他们是高僧啊，他们穿什么衣服？不，黑色。柳英啊，你要对我们说实话。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如果有半句假话，你们可以把我枪毙。别耍花招，什么劫匪啊，这根本就是你搞的苦肉计。2万块钱被抢走了，你还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绑起来，耍什么把戏啊？骗得了人吗？没骗。还没骗？你敢抬起头看看我的眼睛？我从你眼睛里面我就看出来，
你心里有鬼。眼睛是不会骗人的。柳英，你蒙混了过去吗？蒙得了吗？那如果我说了实话，是不是不会抓我？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你就放心的说吧。说说看，怎么回事？我说，钱是我和郭小虎一起偷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妈你，你看，哎妈的妈的，怎么是个你这个废柴？打死你！孩子平常缺少教养，这家门不幸啊。他从小没有母亲，父亲呢又在筑路公司工作，常年都在外地施工，都管不了他。我这个后娘，那更加不好管了。他妈，你看什么看？老子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初步调查，柳英很有可能就是绑架女副县长的犯罪嫌疑人。经队部研究决定，立即传讯柳英。是，等来带路吧，走吧。大概是劝他投案自首，他是不是害怕警察上门了？这都怪我，当时啊，我为了劝他自首，忘了报警了，让他给跑了。这是，走吧，大婶啊，有什么情况跟海洋联系啊，谢谢你啊。行，谢谢啊。社会学家称青春期为帮派年龄，一些缺乏家庭温暖、心灵扭曲的青年男女，很容易结成偏离社会规范的小群体，从事赌博、偷盗、淫乱、吸毒等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犯罪活动。对此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跑到这儿来了，那大酒店的保安就奔向找到我们了。哈，他是我表舅，一根筋，他会到处找我。哼，他要是再敢跟来，废了他。哎呀，大眼瞎，他也找到这儿来了。不行，得赶快离开这儿，被封建抄家伙。山环水绕，想不到咱们在这又见面了。大眼下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，不要在这卖关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我还能干什么？江里虎哥喝喝啤酒呗。喝啤酒？这儿可不是喝啤酒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的啤酒可不好喝，换个地方喝扎啤怎么样？哎不，我就喜欢这蓝天白云，还有这样的美女陪着，多惬意啊。虾哥想喝啤酒，好，虾哥既然想喝酒，我就舍命陪君子。上酒。哎，坐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坐下。干。这酒也喝了，面儿也见了，有话就说吧。虎哥，今天我来找你可不是来报仇的。以往我俩为了争柳妹子争风打架，那都过去了，以前的事也别再提了。现在大家都想把日子过好些，这都得找钱呢。我们应该共事前嫌，联手干几桩赚钱的大买卖。虾哥看得起我啊？你和柳妹子在渔洲大酒店把人家女县长都劫了，这事岛上都传开了，谁不说你两胆大包天呢？这事儿别提了，捅他妈大娄子了，现在警察正找我们。通缉令我看了，特地来跟你收个风，让你俩躲好些。可我们没有钱呐。这不是问题，这些钱你先收着。不，这来历不明的钱我可不要。既然这样，我这名字说吧，你俩赶紧把样子整整，整好以后咱们一起做上大买卖。好，干干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好疼啊，我的腿！要不我送你送去医院吧？哎呦，好疼啊！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我不去医院，我一闻到那种药水味我就想吐。那这样吧，我身上有300块钱，要么拿着钱去药店买点药酒敷一敷好吗？不，我不，我要是要了你的钱，不就成了敲诈你了吗？医院你也不去，钱你也不肯要，那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你可以不管我，开车走嘛。那可不行，我怎么能撞了你就一走了之呢？先生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被撞也值了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用药酒敷敷就好了吗？你是不是有药酒？这个吗？对，我家里有药酒。那你给我涂点药酒吧。好吧，以后你还是不要叫我先生了，我姓何，叫何松，你可以叫我松哥，或者叫我老何，好吗？那我就叫你松哥了，松哥。哎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小心点。
来，慢慢走。好，小心啊。哎呀。来，你先坐下吧。哎呦！哎呦！慢点啊，我帮你拿药。很疼吧？嗯，疼啊。小姐，你的肌肤很有弹性嘛。好，有戏了。什么家伙，快动手。哼，我早说过这小款爷是个色狼，一进别墅肯定上钩，快做他吧。走，干了。哎，别着急，虎哥是打铁得趁热啊。兄弟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！做这种事情千万不能蛮干，操之过急啊，往往失手。等柳妹子发信号了再说。行，虎哥，你比较经验，咱们都听你的。来，抽根烟。宋哥，你说女人最美是身体哪个部位？那当然是腿部了。香港的美腿小姐，一条玉腿的保险金高达3000万港币呢。那你说你这条腿值多少万？那就得看你找的识不识货的人喽。松哥，我觉得你是个识货的主意。是吗？是啊，我觉得你很善解人意啊。那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喽。来，我扶你上楼去吧。好啊。慢点啊。天都快黑了，怎么还不见有讯号啊？别着急，还不发讯号？嘿，是不是那个臭婊子把那小款爷泡出火来了，把我们的计划全给忘了？不可能吧，柳妹子的心我最清楚了，她跟我们是一龙蛇的。在哪发财啊？哎，跟朋友瞎混，做点小生意呗。瞎混？看你就是个大老板，怎么可能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别提了。我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，是不是公关、演员什么之类的？以前做过一阵子演员。怎么样了？你的腿好点了吗？哎呀！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，我去洗手间，你先坐会儿啊。天都黑了，该不会是这婊子把咱们给卖了？他妈的，这臭婊子，咱们好好回去好好收拾她。哎，人哪去了？你上哪去了？我第一次来，就那么宽敞，想随便看一下。哦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这阳台。烂拖鞋就他妈烂拖鞋，有钱谁他妈都能穿。哎，秦昊，这柳妹子可真行啊。然后大哥都别吵了，目标出现了，快动手吧。好，是啊。
专家，看清楚！警告你，敢把今天的事情报告警察的话，老子他妈炸了你的别墅！你看什么？认清楚你老子！我也没有权了你。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确认一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对，是的，就是他。嗯，很好。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警方合作，有什么事我们会再联系你的。好，就这样，非常感谢，我们走了。谢谢，好走。看，刘英，就是那个贼。是啊。靠近，靠近。情况就是这样了，这条小巷里啊，住户太多，人员复杂，这柳英到底藏在哪儿啊？一时确实难找。你们能确认是柳英吗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肯定是他。我也不会认错人的。非常好，你们提供这个线索呀，对本案的破案起到非常好的作用。而且呢，我们接到了海城公安局来的通报，
他们刚刚抓获了一起涉及绑架案的主犯，就是这个大眼虾。首犯呢，过山虎和这个柳英啊，已经跑掉了。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，他们很有可能会重新返回本市。我们要加大侦破力量，一举拿下这个犯罪团伙。情况就是这样了，这条小巷里啊，住户太多，人员复杂，这柳英到底藏在哪儿啊？一时确实难找。你们能确认是柳英吗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肯定是他。我也不会认错人的。非常好，你们提供这个线索呀，对本案的破案起到非常好的作用。而且呢，我们接到了海城公安局来的通报，他们刚刚抓获了一起涉及绑架案的主犯，就是这个大眼虾。首犯呢，过山虎和这个柳英啊，已经跑掉了。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，他们很有可能会重新返回本市。我们要加大侦破力量，一举拿下这个犯罪团伙。这一段时间，小胡啊，你提供了不少的情况啊。这个案子就发生在我们酒店，缉拿案犯呢，我们也有责任。这些该死的歹徒一天不落法网，我的心一天不能安宁。安副县长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这伙歹徒缉拿归案。哎，真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。钱啊！大眼虾被逮了，强女县长的钱也花光了，唉，只能喝西北风了。我喊你也喊，害怕了？我怕什么？枪毙了，大不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我只是担心你一个如花似玉的柳妹子。我，哼，我无牵无挂。爹是个大老粗，后娘刻薄，我活在世界上乐一天算一天。哎，有办法了。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？来来来来，重操旧业。走，准备去。喝水。你表舅啊来找过你，说你牵扯到什么案子了，叫你去投案自首。哎，他诬陷人，我怎么可能办案呢？刘英，这犯法的事可千万不能做了。那当然啊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那就好，那你找个机会去跟胡海洋说说清楚，讨个清白啊。来，喝水。喂，冯老板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订的那笔香菇啊，我明天大早就给送过去啊。啊，质量，你放心，那肯定是特级的野生香菇啊。胡海洋，收。
麻药。你看，真没想到你堕落到这个地步啊！放开我！你老实点！我告诉你，前一段日子你在我们大酒店就抢劫了一个副县长，今天呢，你又想用麻药麻烦你的后娘抢劫钱财，你这是犯罪，你懂吗？俗话说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。你看你连自己家里面的人你都敢下麻药，你还像个人吗？你好在我多留了个心眼。妈，妈，现在叫我妈了，真没良心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放我一马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妈。你真是现在你想图还有什么用啊？他的话你信吗？别叫别叫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吗？别叫，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你了，好想好想你，好几次在梦里梦见你，如果你愿意今晚上我就和你去。你住口，别给我来这一套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，你只有老老实实的跟我去派出所算你投案自首，才能减轻你的罪恶。投案自首？放屁。你别走，快打电话，老张张大队长的电话，坐下老实点。全是徒有虚名，名片上印着什么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一个大钱都没有。哎，这没钱，没钱我们活不活啊？怎么不活？没钱继续找。不过渝州这个地方我们是不能待了，现在警察查得太紧了，得赶快走。不过走之前，我们得再干他一票。找什么地方下手？地方我已经找好了，这一次我亲自出马。小姐，嗯，干你们这行挺能赚钱的吧？那要看你自己怎么做了。哎，这话怎么讲？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哎，我真不懂。你真不懂？
啊。那我告诉你吧，在发廊如果光是洗头，一个月下来也就300-400块。可是如果是做特殊服务的小姐，哎，不说了，来过这边冲头。公安局的，你看一下这上面的人，你认识吗？有没有见过他？没见过。你好，麻烦你看一下。没见过。谢谢。你好，麻烦你看一下，你见过上面的人吗？没有。仔细看一下。谢谢啊。小姐你好。我是市公安局的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见过上面这个人。谢谢。想不到这些发廊妹这么肥啊。哎，你那些要是得手的话就更肥了。这些钱够我们玩好些日子。谁？出去看一眼。赵队，来坐。小姐，再来两瓶酒。你一个人喝闷酒，小的又怎么了？讲一下。哎，赵队，说不好啊，我就是最后一次在这喝酒。你们这个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又怎么样？我们这酒店呢？发生这么大一个劫案，我这保安部主任呢是干不下去了，引咎辞职。哎，现在我自由了，我想啊，跟着你当一个业余侦探。业余侦探怎么样？这个好像现在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吧。反正啊，我把这郭山虎和柳英抓住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可是到了天涯海角。我跟你说啊，小红，你可千万不要冲动。案子到现在破不了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的压力也蛮大。对不起老百姓啊，上级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。今天下午我们就开会，调整整个的作战方案。主要呢是发动群众，排查市郊的出租房屋的暂住人口。我想，肯定会抓出歹徒的蛛丝马迹。那我可以协助你们工作。哎，为了方便联系啊，我还买了个手机呢。这个任务蛮危险的。嗨，
放心，我心里啊有准备。你就让我干吧，你小子老是那么执着。说，我收。我说，今天上午有两波警察进村的，拿着通通缉令下的照片，叫我们屋主来辨认。我当时。当时你又胡说八道。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像。他没说，真的没说，真的没说，真的没说。我怕，警察把你们抓走了，那我的房子也泡汤啊。说的都是实话。那是实话，实话。路有半句细节，那你杀我的人，烧我的屋。看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久留了。虎哥，我们怎么办？你问我问谁呀、啊？小胡啊，你还想当中国的007不成啊？我可没有那么高的奢望。我从小就喜欢看007还有福尔摩斯的小说。哎，我倒是挺崇拜他们的，坚毅勇敢，足智多谋。哎，在酒店的这几年呢，我协助公安还破了不少案子。看不出来你想的还可以啊，我就喜欢你这个韧劲儿。说句心里话，这个侦破人员的和刑警必须有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。一想到侦查案子，一想到破案，这心里就特别激动，就觉得特别过瘾。哎，你别说，小胡，我也蛮喜欢看007这部片子的。是吗？哎，那咱们俩可就是知音了啊。收拾东西走人，快快，大一点呐！别催了，那就更乱了。乱就乱了，老实点。半天也不开门，咱家老头不见了。不是房已经租出去了吗？有那能没有人吗？是啊，对，是是，就看着不像个正经人，像个天到晚了，不正经。胡大哥啊，就是这一家住在一男一女，跟你说了，蒋劫犯很像。哎，这房子是谁的？我的。有钥匙吗？我有钥匙，怎么也开不开，怎么敲敲了半天也不开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走，看看去。是这吗？对。有人吗？看来只有撞门了。这，妈，村子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着阿爸。这死老头，他能去哪呢？上夜店打麻将去了。不会，昨天晚上我还在那里玩牌。说不准啊，就在这屋里。说的有理，撞门。这撞就撞吧。好，来，你们让开。让开。一二三。哎呀，老头。怎么回事？啊，上着了吗？还上着吗？太抱歉，说呢，你我狗拿过去，这福还大呢。哎，这没说错吧？坐下，快坐下，快坐，哎，忙多久了？来，喝点水。是柳英呐，和另外那个男的，他们两个刚出来的。太出来了，做的呀，这不是个东西。喂，张大伯。我是胡海洋啊！哎，胡海洋没事吧？我在这个市郊小城村发现了案情。伤着没有？哎，小城村。咱们找你找了。好的。我们在这等着你啊。怎么样？有事吗？啊？
九点了吧？他们什么时候跑了？刚跑，刚跑不久。我没事了。那我们出去看一看。哎，好好，你们俩都带着啊，我们出去看。一定得抓住他。好的，好的。去吧，去吧。走走走，好看吧啊。海洋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和过山湖老家的公安局联系上了。据我们了解啊，和柳英策划多起绑架抢劫案的过山湖，极有可能就是三年前在该县杀人后潜逃的案犯郭炳信。局领导对此案也很重视，让我们加强侦破力度，要把凶犯缉拿归案。那能不能把我也算上啊？胡啊，你看你工作也辞了，我的意见是找份工作好好的干，这个事儿啊你就别参与了。我和案犯有过接触，对案情呢也有一定的了解，这案犯一天不抓住我，这一天心里就不踏实。你小子就认这个饲料？哎，有时候啊犯了错误改正了是好同志，可有的时候呢不改才是好同志呢。有的时候我真拿你没办法，但是说句心里话，如果你要真的干刑警是块好料。哎，哦，安副县长啊，你好你好。什么？哦，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海洋啊，现在安副县长都给你挂电话，向你汇报情况。不是，有这么一个重大情况，就是安副县长的司机啊，在江浦县汽车站呢，看到了过山虎和柳英，他刚要去报警啊，这一回头就见不到他们了。在什么汽车站？江浦县汽车站。看来啊，这个过山虎和柳英啊。真的很有可能逃到这个江湖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走吧。好。选，要么乖乖从老和松，要么把你捆起来送派出所，两条路随你选。我不明白，昔日开大奔住别墅的何大经理，如今也变成挖河沙跑运输的了。这年头老子的路都给堵死了，犯假烟犯不了，走私也走不了，如今只好捞河沙混口饭吃。
要不是老子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，谁稀罕这个烂拖鞋？虎哥，虎哥，你还指望过山虎来救你？白日做梦！过山虎算什么东西？有贪，有馋，又好色，头顶生疮，脚流脓。告诉你吧，他得把你卖给我了。他拿了我2000块，不知道去哪吃喝玩乐去了。如今啊，他不知道到哪地方，还会来救你。什么？我只值2000块？我还不想要。想当初，我去开大奔的时候，多威呀！你什么时候变成凤凰了？你们这些臭男人，别看了一个个就跟咱们狗样的，其实肚子全是一肚子坏水，坏透了。滚！站！告诉你，上有青天，下有绿水，你想跑是跑不了了，还是老老实实的陪我吧。你可以，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想虎给杀了。杀人我可不敢，我还是捞河沙，这点钱买酒喝吧。再说了，过山虎我杀不了。为什么？他可是杀人犯，在乡下杀了人逃出来的。谁说虎哥是杀人犯？警察说的，还带我些补充材料呢，这还能有假？杀人犯，我就谢连根的。杀人犯，就是杀人犯。你以为是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过山虎把柳荫领到落魄的走私分子何苏那里，柳荫就像陷入烂泥坑一样。越陷越深。真累。你来了，孙哥，这柳妹子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只不过上次没得手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弥补一下嘛。那这剩下的钱呢？哦，对了，来，这是1000块。你上次拿了我1000。我2000啊。行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的事东窗事发了，警察都到处找你呢。哎呀，多谢松哥通报，我得赶快走了。好，快走快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你就要回渝州了，我不能送你。明天我还有个会，现在就当做给你送行吧。啊，来，干杯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来，安副县长，你看我们来江浦也好几天了，也没能找到这个歹徒的线索。赵大回去以后呢，我又明察暗访了2天，还是没什么进展。来吃。
看来啊，这回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在是对不起你。嗨，难道不抓到歹徒就不吃不喝了？那倒也不是，就是心里啊很不舒服。你呀太缺乏经验了，这是我和赵大定的计划，欲擒故纵，故意啊放出风来的。现在这里的警察个个都穿便衣上岗，一旦毒蛇冒头就打他七寸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赵大他是研究过犯罪心理学的，他懂得这些犯罪分子，这些家伙呀，他们一看到形势有些平静了就会冒出头来。赵大呀、啊、确实是了不起，我跟他实在是差远了，我还当什么业余侦探007呢。人家赵大呀还是中国警官大学的高材生，是一个高素质的警察。是啊，我还得好好向他学习啊。哎小胡啊、嗯、我看你啊还是要找份工作吧。哦对了，这样我们县政府的宾馆啊真的向社会公开招聘，招聘公关部经理和保安部主管，你可以去试一试呀。说到工作啊，前一阵子有一个电视剧的筹备组，这个电视剧叫《反伪先锋》，哎，他们说要给我个角色哎。好啊，是不是要你演007业余侦探呢？你可以去试一试。不过，不把这些歹徒逮住啊，我这干什么都不能安心。哎呀，你放那些你吃。县长吧，我是胡海洋啊，啊对，我现在追到了江边。好，对，请你去找公安机关，赶快来增援。啊，啊，这里是三号码头。好，这个情况很重要，我马上报告给公安部门，一定要抓住这个流窜作案的逃犯。好的。一个长发的花衣服的从这跑过去，背包的往哪跑了？那边是吧？好，谢谢你啊，快。
意思啊？瞎了你的狗眼，又想来坏老子好事儿。何大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现在后面警察追着我。什么？你把警察引到这儿来了？不是什么心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何大哥，我们一起开船走吧。放屁！我还姓林。阿帅，我们想当你谁？刘妹子，好样的！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把我给卖了！你们这些人都不是不是好东西，全是人渣！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啊！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他妈！什么都别说了，现在警察追过来了，赶快开船逃走，先把他弄走再说。刘妹子，这个东西怎么弄来的？小子，处处跟我作对，今天就在这收拾你！
柳英，你还认识我？哼，这叫做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只是时间未到，时间一到，一切都报。大天长，终于把他们两个逮着了。快点，你受伤？没事没事。辛苦了辛苦了，走吧。柳英的犯罪受到了法律的严惩，罪有应得。更重要的是，深刻剖析他步入歧途、走向深渊的心理根源，同时向一代青少年敲响了警钟。这样比只是谴责他们失足有益的多。两万块钱一张图片，营销图片。